这是老公最爱吃的素菜包，五毛钱的豆腐切块，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蒜末葱花小米辣爆香，下白菜木耳炒至变软，倒入煎好的豆腐，加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盐、鸡精，半碗清水，扣盖煮5分钟，这样做的白菜豆腐包好吃不长肉。